巧克力熔岩爆浆蛋糕，可能会有点埋汰啊，你们不要介意。哦，中间这个是草莓巧克力，下次把蛋糕烤的时间再久一点。它这个冷冻之后就是一款布朗尼巧克力布朗尼，这款蛋糕不怎么甜啊，姐妹们，不怎么甜，没有放糖。冷冻之后，这里面的这个流心，它应该是它吃着像生巧一样。月饼，今天我们吃奇妙的椰蓉月饼。
它这个月饼皮没有鲁师傅的那么油，鲁师傅的那个月饼皮的话是比较油润的。而且感觉不是那么噎，你看我吃了这么多个，然后都没有喝一口水呢。如果清淡的话，可以选奇妙这款椰蓉月饼，真的是很不错，很好吃。今天吃油炸面包，西梅汁儿。这个大餐后可以来一包。一边是菠萝酱，一边是那个益生菌酱。